LPL 各个赛季现状 S7。本决赛两支中国队 ，S7 总决赛肯定能进一阵，赶紧抢票，赶紧抢票！嘿嘿嘿嘿，你们买得到票算我输。我们恭喜 SKT。没事，没事，还是睡觉比较实在。为什么？为什么不办加里奥啊？不啊！买一张吧，买一张吧 ！S7 总决赛在鸟巢开打，求求你们买一张吧 ！S8， 哈哈，我们安吉抽到了吉庆了，赢定了！被我们寄予厚望的 RNG， 在八进四的时候倒在了G2的手下。这大黑风，天之大关一锤四，我们是我们赢了。S9，三比零封他，我们是冠军，我们又是冠军，我们是亚军。S10，저희가꼭이번대회이겨가지고SK 위상을다시찾아야된다고생각하고있고只能说尽力 EW 的硬实力确实明年再来我 S11 这届四强 EDG 被 S 赛冠军包围了哟难喽除了他全是冠军队用尽了全力才挤进决赛面对于碾压之姿的 DK 强队难喽师兄说的对呀 EDG 夺冠了我们要遥遥是冠军Oh yeah S12今年只有京东进四强，有点悬，无所谓，超人强会出手，不用去过多的苛责这只京东吧。千拱忠实观察人生失踪 ，S 十三八强，糟糕，这样下去又要被八强了，这种事情不要啊！小虎，我也不要。四强，嘿，宝贝，要不要和我组队去西天看四强比赛啊？你在骚扰我吗？想什么？他在跟我说话。你就干看着，不想加入我们吗？我们真不熟，别纠缠我。他说的不是你。正义的 B 站观众，你们还在等什么？举起你手中的硬币和点赞，和我一起助力 LPL 登上世界之巅峰！